刘丹呢日就出席父亲节宣传活动，仲同其他演员一起玩游戏。丹爷仲话孙女小糯米花咗唔少心思为佢庆祝父亲节。其实昨天他知道我今天我要拍戏，一会儿晚上可能会比较晚一点回去。他所以昨天呢，就家里人我老婆跟他准备了一个这个蛋糕，啊。他偷偷摸摸的这样的慢慢的把这个蛋糕捧出来了。Happy Father's Day， 哎，给我一个惊喜。我说你应该说，他有一张卡片，我说应该说 Happy 爷爷's Day。他说你看一看，结果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的，真的是爷爷。Happy Father's Day， 爷爷，真的，哎呀，很好。可惜仔仔刘海威就翻唔到香港一起庆祝啦。因为刚刚给小孙女做生日，她请了几天假回来香港，现在再请假好像那个剧组方面那个时间上有点麻烦啊，所以就没有回来啊。虽然爸爸很忙，不过小糯米都会成日同爸爸 FaceTime 噶。有，哎呀，经常在那两个在电话里聊天，啊，视讯通讯这样的，很开心。